我们看看千玺的语音包是什么样的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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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，真的好想你。Take me to the place I used to run. 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好想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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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，真的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All the stars I used to hide, no one ever seemed to realize. But baby, 我是扮演两个角色，一个叫随遇，一个叫零零二，可以期待一下。我在里面扮演是陈浩生，还好，然后有跟周围同学来往，然后有一点自闭的小孩。就是因为我家其实说实话，年夜饭都懒得做，然后又一会儿去外面打包火锅啊，一会儿打包粥。就是我喜欢吃我们家爷爷奶奶拿那个，就是问一下王源啊，王源现在平时我看，在微博上面跟大家互动还是蛮好玩的，是不是？你是一个很逗的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很有趣，是爆表的。就有时候会看，但是您看过吗？我问一下千玺，粉丝跟你们互动，你最喜欢哪种方式？我呢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紧张，然后呢也特别特别激动。要是明天真的表演起来的话，应该会特别紧张。教导大家就是文明上网，然后文明用语吧。我们三个看到的时候，就是公司工作人员也会唱不要去看，特别紧张特别激动，因为一进来然后整个那个排练厅就这样，就特别的就是突然本来很闹啊，对空气都凝结，就特别紧张。感谢 QQ 音乐，希望大家支持原版音乐，支持正版音乐，支持 TFBOYS， 谢谢。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粉丝，还有公司的一直培养，谢谢大家的包容，谢谢大家的喜欢，谢谢。哎呦嘿，我一看小丫头片子，还有两副面孔呢哈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好吃？好不好吃？一个很好吃，我请你吃好不好？你也想吃这个？内心是一只躁动的猴子。我的梦想就是我们三个一直接。哇，好好吃啊！我们一起吃好。哇塞，好好吃哦！答应我，那个什么，打算给你吃，就是还有钱来请你吃。啊，开玩笑。你在逗我吗？如何当明星还不太熟练。最近进入青春期。我段子也不是特别多，我是一张没有染过色的白纸。我们三个都是段子手，都是段子手。近日，王
王俊凯与景甜一同出席某活动，只见景甜轻而易举地背起了王俊凯，而王俊凯则将绅士进行到底，始终握紧双拳，不触碰女方身体。小小年纪就懂得绅士手，获网友称赞。Hello， 小凯。景甜，好，你好。Hello。我觉得好堕落，我小学一年级是学习委员，后来是体育委员，就是最骗的那种体育委员，最后就把他搬走。送上新年大联欢。据悉，该期节目将这张单我帮你，你家在哪？我帮你扶回家吧。我就在这里。你继续无所谓。想我想我，好高兴。哎，这五哥一定要给你个拥抱，那五哥从头站到尾。哎，跟我说，跟我说，跟我说，跟我为什么我同步感觉天才、啊、他跳舞的时候天生肢体障碍，我也觉得跟冠军是不是很棒，棒棒棒，对不对？虽然我没有拿到很高额的胜利。讲不惯怎么办？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。活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强行。这样啊、哦，都是这样。可是我们是要榨汁哎，像确定要带着西瓜皮榨。王阳的壶是确定放在里面哈，反正是兄弟们是同甘共苦，一会儿的时候，嗯。如果我切一下吧，真的有点，我觉得可能味道有点。如果我这个壶打不坏、打不碎，那就是这个榨汁机了。这是牛奶和水，加水吧，加汁吧，你不是加牛奶？够了。25块钱的水，能不能保护一下环境？那我跳下来，就要下来的，不小心的。我们是一群小小的羊，小小的羊儿都很善良。善良的智慧在草原上，蓝蓝的美美。对，因为现在通讯又那么方便，就微信也可以视频，就很方便一些。好的，辛苦了。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分别是《仲夏夜之梦》、《第十二夜》、《威尼斯商人》和哪一部？重大什么欢迎？啊，作弊！王凯根本就没有看的那种，他作弊。他是你问完，然后他就这样。啊，你。三。怎么你就先吃什么？来，三。二一开始。哎呦我去！动石头啊！帕子。只要你素颜，那就穿西，你不要穿。好。我出石头，你出什么？我也出石头。好。我说了我出石头，你干嘛还说？这不是你，这不是你吗？说了。Run, remember the house where 陪伴着唱过童年无数的歌。唱过童年无数的歌。
还真是双标呢。我装的听不懂一样。装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没有，不是很丑，他的是很有喜感。Take me to the place I used to run. Remember the house where I. 三个人玩的游戏。斗地主。对。我就没有下过象棋。你要打什么牌？斗地主我们两个人玩。啊。后边稍微搭住就行。我内心有点复杂，因为这个看起来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别给我好不好？但是我没人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好，那一哥，那我们就给刘总是放好，来，那老板来一份大肠包小肠。Baby, you don't know me. 你也可以帮我们试一下，什么意思？看一下这个味道，被当了师傅。帮我们看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？我全身都是鸡皮疙瘩。要去做准备中考，所以就很久不能见面，然后我们大家也所以这样很久不能见面，所以就挺悲伤的，然后就不自觉就哭出来。时间关系嘛，就先不跟你说了。你是不是不舍得挂电话呀？好，我知道你是的，拜拜。我舍得。我想问一个人啊，为什么要叫我凯大人？你就觉得我特别老实吗？我90后就特别老实吗？特别老实。哦，好，下次不让他上节目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老了，不好意思。我的这人好吃。哦，我知道那个吃汤圆那期，你别说，我说你吃汤圆想吐。没关系，我今天会好好照顾。好好照顾。I'll show you all the stars I used to hide. 石冷关闭。加油，再见，拜拜。哦啊，我们就这样分隔了吗？哦，不行，再来，现在是我跟你的对决。我不要打了，我不要再打了。我来，俊凯来。俊凯是吧？Ella姐，我尽量少砸你几下。你在干嘛？我看见手了。我来看这个对角。切喜，放心，没事，有盒子的。我总算你。就切喜，你觉得为什么是要送给铺路机给你们？因为高德地图嘛，所以就是铺路的嘛。哦，地图就。